您好，这个野馄饨怎么卖的呀？九块钱。九块钱几个呀？9块钱14个。啊，给我来一份吧。这个野馄饨是野菜馅的吗？不是野菜，就以前就是这边摆摊的，就是野的嘛。啊，什么以前在这摆？以前在这边摆摊的，在路边摆摊的。对。哦。青岛人都把它叫野馄饨。哦，在路边摆摊的，就叫野馄饨。就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哦，我以为是野菜馅。因为青岛人就把它叫野馄饨。哦。好的。第一次吃啊？嗯。第一次吃这个野馄饨，但是馄饨我吃过。哦。煎着的，真的是好肉。我脸大，不好看。你脸白。那个脸大了，拍视频不好看。哎呀，你脸大呀，我脸大呀，我天哪，我脸更大，好吧？你脸好看的，我脸更大。有的人脸小，上镜是吗？对哦，但是你皮肤可白了。皮肤白没有晒太阳。没有晒太阳。我听你说话不是是南方的吗？对，南方的。什么好吃的？哦，对对，一会儿我给你尝一个。哦，我不尝，谢谢。就是那个，我尝一个，真的，你尝一个。我不尝，你这买的嘛？没事。买的我自己买，很便宜。不，谢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真的，你这烟台的特色麻花。哦，这是烟台的麻花。嗯，你尝一个嘛。真的，我一共就这么一点，谢谢。哎，你真的钱都买的？啊，对。没事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，我拿着手机不方便，你拿一个吗？不用了，谢谢啊，谢谢美女。我的天哪！多给你两个。哎呀，不用，正常就行。你的人还怪好的。哎呀，不是。等一下就好了。好。呀，你拿一个吧，那个不要靠近，我吃不完。你慢慢吃呗，我真的吃不完，我减肥，然后我就是想尝试一下。你拿一个吧，要不然我放着这放着。你那身材好得很。哎呦，你太可，你尝一个。哎，这太大了。没事，你拿一个尝一个嘛，这个我真的减肥。你尝一个，我只不过先尝试一下。哎呀，没事啊。哎呀，我的天。谢谢啊。没事。姐，你太客气了吧。哎呦我的天。我老感觉安徽属于北方，不是北方，南方啊。好的，哎，不，这个啊，可以了，够了啊，够了。他们就不好吃。